警卫第一关量额温贴贴纸，要进到教室额温再一次酒精消毒双手才能往前走。高雄科技大学积极防疫，因为建工校区传出疑似有教师不幸确诊，刚刚才知道，对，所以就是赶快回家，就是与人隔离会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我们也是在同个学校里嘛，对啊，难免会有风险嘛。高科大建工校区一名五专部兼任教师，在5月13号曾搭高铁到桃园参加聚会，看新闻后才知道北部疫情严重，于是自行前往筛检。班上34位同学被校方通知先自行居家隔离。他现在因为他是兼任老师，所以他来学校的时间就只有上课了，他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他也没有真的觉得自己很不舒服，他只是听到新闻这样讲，他自己很担心了。台师大去年4月疫情严重时出现一名确诊个案，现在又有学生确诊。校长发信说，这位同学已经在家中进行一人一室隔离，相关接触场域也已经进行消毒。也有可能是跟确诊者的足迹是有重复的，他不是学校的这个住宿生，他是在外面租房子，那他的症状非常的轻微。目前校方才远距教学，全校也清洁消毒，病毒无孔不入，在宁静校园掀起波澜。三星